随着市面上的新兴食材增多，百姓的餐桌选择也更加丰富。今天的达人素素姐花样吃藜麦，今天呢素素姐就给大家做一个新吃法，拿那个破壁机捏一下干嘛，更加的紧密，耐心的往里放。大厨则是从专业角度上让鳕鱼融入了家常的做法，今天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味道。今天我给你们来个老少皆宜的烩，你看看我手上这个肉，看看颤抖啊！让我们的厨房餐桌与时俱进。朋友们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几样特别时髦的食材，藜麦在这儿。但是我也蒙圈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吃藜麦，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黑的颜色，怎么还出现了红藜麦和白藜麦？而且这藜麦这口感，你直接吃它，你嚼不动啊。怎么把做的好吃呢？还有你看这鳕鱼，大的中的小的，你搁这我都真不知道该买哪一种。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个时髦的食材给它变成家常味儿。首先我们要从这个藜麦开始解决起。听说还今天真要来一个特别会做藜麦的人，来掌声有请。是您是吧？你好哎，佟大叔，来到这特别想知道怎么称呼您，先跟大家打一招呼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素明，我是厨房达人，比较擅长在家做一些个家常便菜，把一些个新鲜的事物啊变成家常化。大伙都叫您素素姐，素素姐是吧？是的。首先这搁了三种都是藜麦吧？是的，都是藜麦。我以前只见过黑的。这个藜麦是这样的，藜麦主要分三种。白藜麦、红藜麦和黑藜麦，营养差别不大，口感上有很大区别。白藜麦最为常见，口感类似于芝麻，易于成熟。红藜麦质地相对于白藜麦更硬，但烹饪后颗粒感更强。黑藜麦口感最硬，烹饪时间更长，但更有嚼劲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如果这辈子你只吃一样东西，要保证你吸收的营养，藜麦就可以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藜麦呀，它虽然是谷类，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它的粗纤维要高于燕麦和糙米的两倍，富有锰、铁等多种的微量元素。宇航员带着它去太空，因为它的营养比较全面嘛。是吧？被世界粮农组织誉为全营养食物。佟大厨打一招呼。哎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佟伟。佟大厨之前对藜麦熟吗？也熟，因为我们在这一般做的都是西餐。我们摸着良心，佟大厨，你告诉我，像这种特别难嚼的黑色的藜麦，好吃吗？从口感上而言的话，口感上确实不是太好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因为藜麦呀，我的一个姐妹呀，买完她就说，哎呀，素素姐呀，您推荐藜麦是非常好，可是我吃了几次以后，可是牙崩坏了。对，不是。酱油还降血糖，可是天天吃我也吃不下去啊，就真的咯吱咯吱的太硬。你知道有一回我在嚼它嚼不动嚼不动，然后它就塞到我的牙缝当中，众目睽睽之下我还没法剔牙，特别难受，就一直坚持到就是那个宴会散了之后。所以我从此之后就跟这个藜麦结下梁子了。今天您能让我跟他化了我们之间的这个恩仇吗？您放心，今天素素姐来教您怎么做，有名字吗？平常呀，我们就把那个藜麦呀，就是熬点粥，焖个米饭，是吧？今天呢，素素姐就给大家做一个新吃法，叫做藜麦粉蒸排骨南瓜粥。把那排骨先给腌上，然后咱们就开始给它腌制。一般的排骨吧，它都要拿水焯，但是我今天呢，我就把那个拿盐水洗。确定排骨真的不焯水吗？不用焯水呀，一会儿我给你揭晓谜底。让肉质更加紧的。哎，对，更加紧。来，这看大厨更大厨。用盐水来洗排骨，能够更多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，对，它的肉质呢更加那个纤维，就是说非常有嚼劲。对，我发现素素姐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。佟大厨猜一猜，爱笑，生活特别灿烂。不是，是牙口好，吃嘛嘛香。哎，对，能嚼动藜麦，然后呢，一看选了一个肉，还选骨头多的，是吧？得嚼。这是黄酒，大概有5-6克的蚝油。5-6克的蚝油，对，好。还加什么？酱豆腐的汤。这个，对。这个的目的是什么？香味加颜色。这是豆巴酱，再放姜啊，姜是去腥的啊。先酱油，料足了，开始拿你的双手按摩。
佟大厨，刚才通过这个素素姐，她的这个腌制的过程，你能猜测出她是哪人吗？我有一个细节，我觉得我可能会猜对。猜猜我是哪的人？你绝对是江浙一带。对。对吧？猜对了一半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用的那个黄酒啊，不是普通的料酒，对，是花雕。花雕酒，对吧？是是是。因为只有江浙人是非常讲究的，腌的时候用这个花雕酒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猜对了吗？猜对了，没错，猜对了。嗯，猜对了。通过口音当中，有点那个。是吧？那你们是老乡啊？嗯，半个老乡吧。半个老乡。那您的老家最终正确答案是？启东，江苏启东。你看吧，你看，你看吧，你咋还老井啊？老井啊。所以您这个做法还不是老家的做法，不是啊，这是我自己创造的啊。腌完了以后，咱们把它搁一边去。好，腌20分钟，您来。好啊，我放这儿哈。好，现在可以做什么了？处理藜麦，咱们今天用白藜麦。其实也可以的话，把三种藜麦合在一起也行。你是特别担心我牙口不好吗？说用最好讲的白藜麦。是最好的。所以说今儿您不混合，就用白的。哎，就用白的。那会不会就我少摄取了？红的和黑的营养一样是一样的，对，为什么呢？今天咱们做的是粉蒸排骨，它那个白色呀，有更多的粘性，要特别适合。十分担心我的牙口。还有，人家说了有一个特别好的判断方法，就是它长没长芽儿，说芽儿长出来是好，对对，对吗？你看啊。看到，看到，这也就叫牙圈，也叫营养圈。浸泡一个多小时以后啊，它就出来那个白色的那个营养圈了。这个藜麦的营养70%都在那个营养圈上。藜麦70%的营养在它的营养圈上。是。我70%的脂肪在我的游泳圈上。大厨是不是默默的摸了一下？对，我这是这个轮胎圈了。只要是圈就很容易有营养啊。是，这个留着不能倒啊。不能倒。好。那我们今天要用泡好的还是干的？用干的，炒出来更加香。你泡完了嘛，这可以熬粥啊，包饺子呀，包包子呀都行。好，咱们今天就用那个白色的来。哎，就这么不停的你就来回翻。哟，我其实给你拿了铲子了。哦，那铲子也行。哎，就这么小火啊，中小火慢慢炒，炒出它的香味来。这个步骤特别像什么？特别像我们陕北的炒小米。莫一看以为是炒芝麻呢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现在就摇啊摇啊摇，就这样。咱们炒的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增香。哦。松脆。哎，真的是厨房达人啊！你炒个藜麦，你还要颠个锅，是吧？你能360度让它翻吗？我不敢，我怕一会全是那个藜麦了。您闻闻，香味是不是出来了？佟大厨，你闻闻。炒米。哎，你看出来了吧？就炒米的味道。哦，听到那种叭叭的声音，你听，滋滋的声音，微微的，就像那爆米花似的。对，你听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爆了，已经熟了。再看颜色，已经变成黄色的了。已经熟了。哦，熟了是吧？熟了，光滑。拿那个破壁机。哇，来。好，可以了吗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可以了，太棒了！哎呦，香味，你闻闻。哎呦妈呀，有点热闹啊，是吧？香味倒出来，先倒出来看看，哎，对。哇，大飞，保证不塞牙了，这次是吗？对啊，对。但我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说，你把它打成这么碎了，那是不是它的营养会受到破坏呢？不会呀，它的营养更加释放啊，既不塞牙，还吸收更好，营养更全面。你说那么多的餐厅，那么多的大厨，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办法呢？啊，以前是非得让人塞牙。是是是是是是是，这是一个好办法啊！这是确实一个好办法。这已经打碎了，我们把排骨拿上来，已经腌了20分钟了。刚才我就跟您说，为什么要把那生排骨拿盐水洗干净？确定排骨真的不焯水吗？不用焯水呀，一会儿我给你揭晓谜底，就是因为如果你焯熟了以后，它是裹不上的。哎，必须身子有个粘性，是吧？对，咱们把它给倒一倒。那这个排骨跟咱们的这个藜麦的比例呢？1:1。捏一下干嘛？更加的紧密，排骨融合在一起。是吗？对，而且你做的时候，你要怀了感恩的心、喜乐的心去做这个排骨，蔬菜肯定好吃。
好，咱们给它按摩，充分按摩完了，它也你看完全包裹上了哈。对啊，用素素姐的话说，完全包裹上了哈啊。对哈，对，抖抖你抖抖抖，你抛你抛，你看你看。扔不掉，你玩呢？咱做饭呢。哎，咱们就开锅，开锅以后蒸20分钟。嗯，这是锅吧，就不要放在碗里，放在碗里蒸呀，它那个会那个控那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放在屉布上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屉布啊，这是双层的屉布，待会儿呢能够过滤我们排骨当中的脂肪、油脂、一些杂质，然后你就把那个排骨啊。一点点把它放上去。哎，没想到，让我真没想到，就是它的这个粘合度这么好。一般咱们不是用米粉，米粉，而且是糯米，糯米粉，粘，非常粘性非常大。这个粘性也特别，对吧？现在还解决了它之前最大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塞牙线不塞了。然后呢？咱们现在要准备处理南瓜。哎呦，还有南瓜，南瓜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这样吧，这个南瓜刀工的活交给我们佟老师怎么样？可以。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哈，就是给它一个盖子嘛，一个帽子，然后里面当个锅嘛，对吧？对呀，就很简单呀。然后把那个南瓜子掏出来，这个拿这个考验佟大厨太简单了。你要考验佟大厨，拿一个菜刀直接能刻出一个龙，哇，刻出一个凤，是吧？是。南瓜以后熬粥啊，南瓜饼啊，蒸啊，煮啊都行。好，南瓜烙好都可以，是吧？南瓜烙对，好就行了。南瓜切好弄好了，排骨也熟了，20分钟了，看看。哇，小心烫，小心烫！因为我们这想先把那个油脂给过滤起来，过滤一下就行。哦，你看这个屉布颜色变深了，是不是吸在屉布上面？对对。然后咱们慢慢的、耐心的往里放。好，可以了。我们呀再调一下汁儿，因为刚才那蒸的时候，它那汁儿已经去除了大半了。先酱油，然后是黄酒或者花椒酒都行，然后再来一点点就那蚝油。其实就刚才腌排骨那些料。对。腌老了加点辣的。哎，对对，主要是气熏也还助暖。啊，好，然后那个汁调完以后啊，倒里头。哦。调那么多，哎，你看。倒上，好，放在锅里。好，放一烫啊。那待会盖儿是生的呀？不是，然后盖儿啊放在旁边。不能盖。OK， 放头。熟的快一点，那个蒸汽能进去。哎，对。那再蒸多长时间？40分钟。40分钟了。关火。关火。关火。咣！哇！你擦一下。哎，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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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熟了！你看这个南瓜，你扎它，你看它那个水，哎，对，哇，汁水，南瓜水出来了吧？那个扎眼儿就全都扎吧，要不然不好看啊。对，扎一圈，因为它们互相中融。我确定它非常非常熟了，你怎么出锅呀？这么烫，有多大的办法呀？你确定你可以弄出来吗？没问题。现在里面装的肉那么沉，没问题，我有办法。真的吗？很简单的，是吧？来，把它给先给拿过来，好，铲子啊，然后这个。你慢点，你看裂裂了，不要不要，别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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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的。哎呀，呦，哇！就他的开心嘛，开朗开心嘛啊！哟，你真会给自己找。这么一盖，是吧？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开心，开心。厨房嘛，厨房嘛，允许失败。哎，这说明什么？南瓜炖透了，对，是吧？来吧，那我们开始吃。哎呀，我可以多来点肉。哎，今天这个粉蒸肉真的算是豪华版，我要吃肉味的南瓜，要不要脆骨啊？我要啊，嘎嘣脆啊！嘎嘣脆，我给你挑一下啊。好，你来。我自己肯定得尝尝呀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哎呦，味道不错，真不错。好吃啊！首先南瓜有肉味，这个藜麦特别粘性，这个白藜麦粘性就非常大，又配合了南瓜这种糯性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。这是我头一次吃藜麦没塞牙，是吧？而且藜麦它吸收了肉的那个香，在嘴里除了那个黏糯的感觉之外，它有颗粒感呀，有磁感，对吧？你可以先把那藜麦先裹没了。你看刚才你款了这一勺酱给我，你看这一勺酱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藜麦，是吧？对，对。哎呦，还真挺好吃的，今天心情好，心情好，好状态。开心，是的，你就能做好饭，是的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就是我是不是以前跟藜麦结梁了，今天和解了？
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。对，时髦食材今天家常化了，成功。零添加三重鲜，换个好味道。太太的原味鲜酱油系列，喊您回家吃饭。将排骨啊加入黄酒、姜、腐乳汁、蚝油腌制十分钟，把藜麦呀用小火煸炒出香味，拿料理机把它打碎了，排骨把它裹上去，放在锅里先蒸20分钟，把那南瓜做成南瓜中的样子，排骨放里头，我们来调汁儿。调完以后呢，再倒进排骨里，放到锅里蒸40分钟以后，出锅以后呢，撒上那个香葱末。一定要蒸够40分钟，南瓜才能熟透哦。您记住了吗？鳕鱼，我还真不是什么时候都舍得买，关键是有的时候有人说了，说你可能花钱买的还不见得是最上乘质量的。是啊，对，看皮色，还有看骨，肉质新不新鲜。素素姐把一个时髦的食材引进家常化做法就成功了，谢谢。接下来把难题抛给您，我请来了鳕鱼家族。说实话，鳕鱼我还真不是什么时候都舍得买，关键是有的时候有人说了，说你可能花钱买的还不见得是最上乘质量的。鳕鱼家族在这儿是吧，介绍介绍，认识一下。其实鳕鱼啊有5多种在海里面。素素姐，哎，你说平时吃鳕鱼吃的多吗？很少，太贵吃不起。今天吃个贵的，行，吃个贵的。今天咱们就来一道，好吧？好，那就吃贵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给你们来个老少皆宜的，会的。您就用这个最上乘的，咱们的这个银鳕鱼。待会儿，大飞一定要帮我们烫的，给我烤一下番茄行吗？烤一下。烤番茄？烤它干啥呀？是不是？我今天啊做了一个叫吧，番茄青豆烩鳕鱼。哦，要去皮对吧？对，开一个十字花刀。对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用烤的这个办法呢？烤的这个办法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它烤完了这个皮一收缩，你立马就能去皮。如果你要在开水里面去沸它的话，烫手，特别烫，对，你堆不到手上。哎，好办法，你看，学会了。你看，走开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哟，哎，你看手一撕，手一撕。方便吗？方便吧，方便。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这叫佟大厨啊。来，交给您，给我。开始要处理鳕鱼了。还有个，咱们在外面选鳕鱼啊，有很多东西有假冒的。第一个啊，对，看皮色，这个纹理非常有。它是个网状啊，网状。网状。还有看骨，有点那个叫羊脂玉的感觉。对，实际上呢，看鳕鱼，跟看人差不多。既得有外表，还得有内涵。对，首先看他的脸，就是他的皮肤必须是这种渔网状的。对，然后呢还要看他的骨头，是吧？从皮看到骨，他的骨头真的是半透明状的，跟玉质一样。对，肉质新不新鲜，有光泽，打眼一看你就明白了。就这三点就能判断出一个好鳕鱼怎么选了。对，咱钱花了得花值。对，这个鳕鱼是不是腌制就很浅了？因为它食材本身很好。对，我们就其实啊，就这块就直接拿那个花椒酒，就一点点，稍微去去腥，给它搅拌一下。就腌得很浅。咱们说你要放其他味，就是抢了鳕鱼的味道。再说了，这种鳕鱼这正好也符合了老人、孩子、女士、男士都可以吃，全覆盖。哎，应了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？好料不费工。对，好料不费工。我们现在啊是加点水，青豆啊给它稍微用水焯一下，就稍微煮一下就行。我们焯好了以后啊，把水倒了。这个速度快啊！速度得多快呢？肯定不能10秒。你一睁眼，哎，太熟了。之前吃鳕鱼，包括吃鱼，我都还没很少见过用茄汁来烩。今天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味道，因为我要保持嘛，非常嫩。另外一个，咱们说换句话，要用茄子来烩的，它的提升它的口感。对。然后先把番茄炒出沙之后加汤，然后让它出现一种番茄汤汁的感觉。对。再加青豆。再加青豆，让来调一下味。加点食盐，咱们再来点太太的鸡精、胡椒粉。加入鳕鱼了。好，
你看颜色立马就快变了。这时候我们一看都可以了，我们就加湿淀粉，再轻轻推一下。哇，来出锅，鱼好吃。哎呀，哇哇，关键是你看大猪小猪落玉盘的感觉，对吧？是吧？这个色彩搭配特别好。哟哟，这迫不及待了哈，来。怎么样？哎呦，素素姐，谢谢，对，来，红大猪肉多，对，剩下的都归我了啊！你看看我手上这个肉，它在颤抖啊，它在跳舞。怎么样？鱼在的你的那个。完全不用牙，入口即化，对，是吸入进去的，是化开的，直接就化开了，还没嚼呢，没了。对，您做那多好啊，以后啊我就学会了哈，不用煎，不用炸，直接用您的方法给老人孩子做那么一顿，多好啊哈。今天我这一段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看完电影啊，写一份读后感。买米买面，认准福临门，中粮福临门米面，回家吃饭指定米面。零添加三重鲜，换个好味道。太太的原味鲜酱油系列，喊您回家吃饭。番茄去皮切小块，青豆焯水备用，鳕鱼切成菱形块。锅中放底油，用番茄推成沙状，然后加水、青豆、盐、鸡精、鳕鱼淋点芡即可出锅。番茄炒成沙状，才能充分的融入到鱼肉里。您记住了吗？今天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让特别时髦的食材，一个是藜麦，对，是吧？以前呢，是吧？对，跟他和解不了。但今天完成在家里面可以原来那么好吃，今天这个鳕鱼也学到，特别简单，就是不需要太复杂的工序，对，太好了。复杂的工序呢，就破坏了食材的本质，它的本身的那个味道了，对吧？包括它的那个本身的一种矿物质，都会破坏掉了。新鲜的好的食材，不用更多的调料。好料不费工，哎，对，好料不费工。谢谢两位，今天真的是把时髦食材家常化，太好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以后买鳕鱼时候要慎重啊，对。三种会挑，对，一定要会挑肉、骨头、从皮、皮肤，然后还有呢，量一定就是要控制好，对呀，是吧？得控制期啊。但今天咱们就用普通的番茄和青豆和它搭配，也是感觉很提神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相得益彰，相得益彰。财经频道，看见价值。